校长为了帮学生作弊，特意买了的西瓜，这西瓜大有妙用，校长直接给监考老师送了一大盆，老师在门外一块接一块的吃，完全顾不上里面的考生。学生们疯狂传纸条，然而这个全班学习最差的孩子却把衣服都掀了起来，证明自己没有作弊。谁都想不到他却考出来连自己都不信的高分。然而之前的他并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他一来上学，整个学校都崩溃了，老师让用因为所以造句，他信心满满的举手，你肚子大所以怂哇，直接被怀孕的老师一脚踢了出去。老师让他向学霸看齐，他就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路看齐。女同学占了他的秘密基地，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把所有女孩都吓跑了，再不从这个破地方出去，全都跟谁玩压来跑。放学后他偷偷跑到水库洗澡，结果被校长看到了，他躲在草屋不敢露面，眼睁睁看着校长把衣服拿走了。这下惨了，他一手捂前面一手捂后面，就这样一路捂回了家。为了惩罚他，校长还把他座位安排到了角落里，但他并不在意，这样更方便自己看小人书了。下课就去阅览室偷小人书，被校长抓个正着，还要他把家长叫来。没办法，学校里的小人书看不了，那只能自己去搞。他在外面搞到几本小人书，回学校刚准备显摆一下，又被校长抓到，小人书又被没收了。回家后，爸爸把他剩下的小人书也全烧了。看着自己拼命搞到的小人书被一点点丢进炉子，他心疼极了。后来怀孕的老师去生娃，新来的粉体老师成了他的班主任。老师第一天就把他从角落调到了前排，为了提高写作水平，老师还把学校阅览室的小人书都发给了同学，竟然还让他当了图书管理员，这把他牛到不行。回家就给爸爸说自己出人头地了，爸爸却说没有三好学生的奖状有个球用。他从没想过的什么三好学生，只觉得老师人很好。有次午休他从桌子上掉了下去，摔得满身土，老师看到直接让他去自己床上睡觉。他尿急穿着老师的拖鞋去厕所，把拖鞋都尿湿了，来回甩两下，在墙上擦了擦，就又回去睡觉了。这一觉他睡得很香很香，结果错过了下午课，被校长一巴掌呼醒了。后来校长发现同学们都在看小人书，直接把粉体老师说了一顿，还说在这里成绩是教学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。看到粉体老师受委屈，他暗自发誓期中考试一定要考好，给粉体老师争口气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他竟动起了歪脑筋，在身上做小抄，结果被粉体老师看到，直接让他去河里洗干净，还告诉他考试可以不及格，但是不能做一个不诚实的人。说完老师就走了，现在没办法了，只能靠实力说话了。他开始废寝忘食学习，早上到学校背书的时候，校长还没起床呢，随时都捧着书，连晚上点蜡烛也要看书。这次期中考试是全县联考，为了让学校在全县的排名靠前，校长给学生开会，要求互相帮助，还切了一堆西瓜给监考的老师吃，这些老师都是其他学校过来交叉监考的。校长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学生作弊，粉体老师来巡考，他直接掀起了衣服，证明自己没有作弊。考试成绩下来了，校长拿着学校全县第一的奖状春风得意，他自己成绩也超过了70分，进步非常大。粉体老师很高兴，说会给他颁个学习进步奖，表彰大会上他望眼欲穿，结果奖状都发完了，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学习进步奖。原来校长说只有三好学生奖，没有学习进步奖，为了不让他伤心，粉体老师用自己的口红给他画了一个进步奖，当着全班给他颁奖，还给他照了相，这把他得意的不行，回家后把奖状贴到了最高的地方。这天午休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又偷偷溜到老师房间，摆弄起了老师的相机，玩着玩着突然发现老师回来了，他赶紧把相机还了回去，刚想走却发现来不及了，他直接躲进了床底下，这才发现老师带来一个男的。门关上后，他们竟然抱在了一起，看着老师垫起来的脚，他心里有点莫名的心疼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随手摸了几个垫床脚的木块，垫在了粉体老师的脚后跟。下午上课他一直心不在焉，听到同学们讨论，他这才知道原来这男的就是粉体老师的男朋友。下课后又遇到了这个男的，还穿着粉体老师的拖鞋，这可是被他标记过的拖鞋啊，这把他气得不行。一起跳绳的时候，他故意把绳子甩得飞快，故意让这男的出糗，还把沙包直接往他身上丢，结果被粉体老师凶了一顿，这是老师第一次对他凶，他难过的躲到了墙角，看着老师的男友往头发上抹发胶，弄得溜光水滑的，看起来粉体老师非常喜欢这种造型，他也决定回家搞一搞，没有发胶就用胶水往头上一抹，整了个刺猬头，这把他帅到不行，结果来到学校就被同学一顿嘲笑。他去找粉体老师还小人书，从门缝里看了一眼，就看到老师在喂男友吃面，他把小人书放在窗台，转身默默走开了，还没走两步就被老师叫住了，让他带着老师和男友去他的秘密基地。粉体老师给男友分享着他藏的小宝贝，男友踩着秋千完全不感兴趣，这是他和粉体老师独有的秘密基地，他莫名难受，决定报复老师的男友，趁他们不在用刀子把绳子悄悄割断了一点，就等着看老师的男友摔个狗吃屎。他们回来后，粉体老师玩上了秋千，结果老师摔了下来，手都摔断了，
这下闯祸了，他爸爸说什么都要把这棵树砍掉，他哭得撕心裂肺，眼睁睁看着树被砍倒。从此之后就没再见过粉提老师了。三个月后的一天，他收到一封来信，是粉提老师寄来的。信上老师说自己身体早就好了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教师，还让他好好学习。看完信后他如释重负，这封信让他放下了悔恨和内疚。下课后他来到那个树桩下，把收藏的宝贝都埋了进去，埋在了那个曾经的好地方。